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很多长期旅居在国外或是外国人都很难来到台湾，但是想要开饮料店跟学习饮料制作方式的人却还是很多，所以上统食品顺着这个趋势也推出了线上课程，让世界各地想要学习手摇饮的人都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，一同来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绿肉老师，在上统食品我这边是全职讲师，过往在餐饮经验大概有十几年的资历了，那在日本料理、中式、西式、港式饮茶都有相当的经验，接下来课程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完成吧。课程我们也分成了两种形式，第一种是影片的课程，第二种是视讯的课程，两种课程都包含了理论和实作，一开始会从茶饮的产业现况来讲起，到后面实际的饮料调制教学，还有最后会分享店的营运规划。视讯课程则是采用即时连线的方法，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理论还有实作的课程，更能因应学生的不同的差异性来做稍微的调整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做交流。然后报名课程之后呢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准备好你所需要的资源跟原料、器具、讲义，直接送到你家，那你能轻松上课学习不麻烦。现在联络我们报名加入课程，开启你的饮料店开店圆梦之旅。